来到王者荣耀版本更新 2.0， 在收到往期的好评后，我们分别从情感、背景音乐以及继续提升全新视角，为玩家带来真实的游戏体验。首先是关于妲己的魅惑技能，众所周知，这个技能不论是边线野怪或是男女角色均可使用，因此我们在此基础上新增加了一些真实设定。在对干将莫邪、吕布、项羽、周瑜以及孙悟空这五名已有 CP 的男角色使用后，将会触发判定机制，50%概率魅惑无效，不受到任何伤害与控制，50%概率魅惑生效。由于已有 CP 被魅惑后将直接死亡，人头由妲己获得。背景音乐设定，一星是峡谷中唯一的围棋高手，我们也将为其更改独特的背景音乐，每当开启大招后就会。围棋少年历经磨难，尝尽人间苦。最后则是我们最新研发的全新视角2.0，为了更贴合实际，此次对于拥有坐骑的角色进行了改善。以关羽为例，当未进入奔跑状态下，视角将会有轻微的颠簸，进入奔跑后视角将会大幅度晃动，以达到给召唤师最真实的游戏体验。不光如此，此次2.0最大的修改则是为玩家炫酷的皮肤增加真实感，当选择机甲战神吕布进入游戏时，自动适应视角为您带来最真实的游戏体验。当选择李信时，由于四级并未变身前与正常视角无异，当开启变身后，双眼将会在狂暴状态下进入双眼充血状态，给予玩家最真实的体验。那本期的更新就先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